我去冬天接见你。那个谁先不能个谁我你接点这个一人。他是来保护你的。对，其实大家说的挺对的，我就是过来保护你的呀，是不是？我不用你保护我，我自己能保护我自己呀，各帅们。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他保护呀，各帅们。我的话自己能保护我自己呀。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再怎么说是吧，也是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的。这个是实话实说，你们觉得我说对不对？是不是？你把都裤子好，会的哈，你们放心，有我在，他肯定会特别特别的安全。笑什么呀？我之前也就也很安全呀，你这耍不是你不是现在不是受到了一些委屈吗？哦，至少我不会让你受委屈。嗯，儿子好好表现，儿子好好表现，又来了又来了。哪儿？那个 W 的一个姐姐还是一个阿姨呀、啊，在家肯定在家里面刷碗吗？嗯，刷呀。我平时你们也知道哈，其实，哎呀，你可能是工作影响吧，反正我这个也还是什么，基本上家务活我都会干，只是说有时候的话，家里面的话就是是妈妈刷的比较多，妈妈做的比较多。对，我的话偶尔也不是说经常啊，就是偶尔要刷一下。就心血来潮的时候刷一下吗？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每次的话其实我们家里面都是养成这种习惯，我爸爸的话其实他是不怎么干家务的，然后我跟我妈妈的话有时候要抢着干，真的是这样的。你的工作是什么？有很多很多各位刷们都不知道李阳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这样子？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扣个小一，你们不知道你们扣个小一。然后呢，有很多人都说李阳不认识。对，可能很多人哈就是刚进来的，然后或者是第一天那个的哈。有那么多人不知道李阳是干啥的呀，各位帅们，你们有那么多人不知道的呀。哇，那么多啊。你们居然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吗？帽子叔叔，对，于大哥说的很对很对哈，帽子叔叔他也是对。关键有没有存在，你打吧，存在就打吧。不能惯坏子音，什么不能惯坏子音啊？不会的哈，不会的。你们不是一直都在关注着子音吗？子音他的话其实比我勤快多了，我这个实话实说，对，他比我勤快多了。对，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你要不要重新介绍一下你自己吧？要不你介绍，我想听一下你嘴巴里的我。嗯，我想让你介绍我看一下。让你自己去介绍吧，我各位帅们，是不是让李阳自己去介绍吧，对不对？对，你们觉得让子音介绍好不好？其实我也想听一下子音嘴巴里面的我是什么样的，你们觉得好不好？你们好的你们打个好行不行？只知道是帽子叔叔，具体不知道干什么的，是不是？嗯，对，你们李阳加油，争取早日把子音娶回家。好，谁说的？你谁说的？不能这样去说哈，哥帅们。好啊，那我说呗。李阳的话呢，是我们当地，就是他也是彝族，各川他也是彝族。然后呢，对，他的工作的话呢是什么呢？他的工作的话呢是帽子叔叔。然后呢，他具体是干啥的，你们都听得出来，他的名字就是说，你们都知道他是干啥的，是不是？然后呢，对，他的工作的话比较特殊一点点，各川们，所以说不能在直播间露镜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原因。然后呢？李阳的话今年27岁，他身高1.75米，体重的话呢是130多少来着？135。135。介绍的那么详细吗？然后呢，他跟我们一样，长得一张嘴巴，一个鼻子，两只耳朵，两只眼睛。然后呢，就是这样，大概就这样子吧。你们知道没有？你们知道了没有，哥帅们？不是吧？你这给我想的介绍的完全不一样啊！你不应该介绍一下性格啊？爱好啊那些吗？性格怎么样？我觉得他各方面，你们说李阳的性格跟我的性格一不一样？我觉得他的性格跟我的话呢是差不多，就差不多的。他性格也是很开朗的，就比较外向的那种，大眼睛小嘴巴，不是他的眼睛眼睛大，然后嘴巴也大，鼻子也高，眼睛像铜铃。
是不是？你们都说我跟他的性格都有点一样，是不是？嗯，李阳出来看一下，你要不要就是给他们出一下这这边一半一半的？哎，不是出来了吗？那我就哎什么？不是，我怕我跟那天一样哈。你过来一点。啊。过来一点。跟你靠近一点是吧？这样不好吧？是不是那天他们都说靠那么近干嘛？啊，不是，是你说的，好像。是你们说的还是还是子欣他自己说的？他说你看我那么近干嘛呀？大眼睛，搞得我当时大嘴巴。我跟大家说一下，搞得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尴尬。其实我的话，我坐在旁边，我也想看一下大家都在公屏里面聊什么，所以我想看一下公屏里面大家说什么的。然后子欣突然给我来一句：“你看我靠那么近干嘛？”当时给我搞得脸都红了。我跟大家说一下，看一下背影呀，你们想看背影吗？背影，背影能不能看？容背影怎么看？你前面怎么会呢？这样会这样看吗？哥杀你们说要不要你们说要看背影呀，快出来，没见过他不能出来，因为就是因为他工作的特殊哈。你们想要看背影呀，背影不要看了吧，看拍个照，背个背影，下次这样，下次进你们看背影干啥，这样好不好？背影就是下次的时候我跟子英记录一个生活好不好，然后我可以把我的那个背影，背影给你们。哎呀，确实啊，没有，没办法，确实，确实，我要是露那个的话，确实我有点怕，所以，我争取，我们争取，好不好？你要好不好？是，拍个视频，不要，子怡不要为难李阳，我没有为难他，是因为有很多人都说想要看背影，没事是不是？你当时就站着，我让他们看一下吧。站着就是背的背过去，你背过去，你到底在哪？确定你这样确定行？你别应该看不到我，我有点怕，你不要那个。哥刷们想要看他背影的话，扣个小一，有200个人以上的就给你们看，因为他害怕他工作原因，对不对？我把头这样蒙起来，要不？不用不用我看一下有多少。你们有200个人想要看的话，扣个小一。我看一下，没有200个人的话就不看哈。应该没有那么多人好奇吧？没有200个人，我们就不看了哟。不要害他。去看背影，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看背影的话，应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今天你看我穿的就是平时穿的衣服。嗯、没有200个人我们就不看哈，没有199个人我们就不看哈，199为什么你们就199个是不是？嗯，对，那你就站我后面来呗。你点点肉，你点点肉，看他们看不到你的脸的，你放心吗？你自己把手机对过来吧，我站这儿。你过来一点，你过来。该站远一点，我站远一点。好，那他们去点。那就给他们看一下啊、哦！我不敢给你们看，因为我害怕穿重量的呗，主持。看到没有，哥帅们？看到没有，哥帅们？好了吗？好了吗？好了没有？看。我好紧张，好了吧？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哥帅？好了。好了没有？看到没有？看不到他的脸哈，看不到他的脸。你们搞得我特别好紧张呀、啊！看到了是不是？好了。好了，都说好了。它很高的，然后就手机里面的话就是那种哈，手机里面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看背影就知道是一个帅哥。谢谢，太可笑了，真有眼光。开个玩笑哈、啊、开个玩笑，我说真有眼光。你看那个嫌弃的表情，哎呀我的天。好，是不是他挺高，那么大的那么神秘大人物呀，不是大人物，小人物哈，真的是小人物，但是嗯，没办法，他很壮，壮实是不是？他很壮是吗？还好吧。其实壮的话，其实你看我们有没有每天都在锻炼啊那些，但可能我们这边特别特别的冷哈，所以穿的可能有点点厚了。好身材，谢谢。他在1.8米嘛，没有1.8米，他是1.7米几来着？75还是多少？对，1.75米啊。嗯，没有1.8米哈，没有1.8米。
你们觉得看背影你们觉得好不好，你们觉得他帅不帅，像个牦牛一样抓了。谁说的？一世德夫他说你像个牦牛一样装。你真的说完啊？有那么夸张吗？帅啊，你们全凭扣扣帅，让他就是看一下吧，要不然、哦、不然的话他以后就帅呆了，不敢出来了。你们这样说的话，我以后每天都要跟大家露个背了。子英今天头发扎的好看，头发夹也很好看。啊，谢谢发夹，这个发夹是不是？嗯，帅，有很多人都说帅，是不是？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嗯、谢谢。子英有山货吗？有，各个上面有哈。然后今天的话呢，我是去收山货，但是山货的话就是没有太多各个上面。嗯，没有太多，很阳光，是不是？对，我平时的话，可能我的话就是有点爱开玩笑啊，爱开玩笑。发夹是两买的，不是，是我自己买的，各个上面是我自己买的。他嗯不会买吧，嗯，图是听我问你掉，哎，也是心掉。想吃腊肉，有没有灵芝鲍翅粉？我想回购。有，各刷们有哈。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分享一波我们这边的土特产，好不好？然后今天的话呢是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各刷们哈。然后我拿来给你们看一下吧哈，我拿来给你们看一下。等你去，要不你帮我去拿呗。好好好，你帮我去拿，我先过去了。他还很开心，他在那儿哼歌，他在那儿这样子。阿姆有点像。对，我跟你们分享一波我们这边的农家特产，够帅吗？哈。哇，这个特别特别的。还是说不行？全部。这味道好重啊！今天才做的是吧？对。哇，好香啊，真的。子英，今天我做了荞麦饼，很好吃。谢谢我们各位帅吗？哈。来，这个的话呢，应该吃不清楚的。来，家人们，这个的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没有？这个的话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知道的？有没有人知道的？知道的话把他的名字扣出来，各位帅们。对，这个大家都一会儿唱歌给你们唱，一会儿给你们唱哈。想要看听梁唱歌的话，一会儿的话就给你们唱哈，各位帅们。这个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知道的？这是什么？我们也要怎么样？看到没有，各位帅们，这个是什么？不知道几家阿姨们的话呢，你们可以给我一次机会，然后呢我给你们分享一遍我们这边的农家土特产。然后呢，对，有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羊肚菌，各位帅们哈。羊肚菌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土特产，是一个真的真真实实的一个农家的一个什么呢，高山里面的野生的羊肚菌，也是一个是菌中之王，各位帅们哈。它是一个菌中之王，菌中之霸的一个菌类，各位帅们哈。它的菌，这个菌的话不简单的是一个你们普通就是平时去菜市场里面去买那个菌蘑菇不一样哈，各酸不一样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羊肚菌是称它为是一个素中之荤。什么叫素中之荤呢？对，素中之荤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要比肉有营养的一个菌类。它是所有肉里面啊，不，它是所有的菌子里面的话称它为是一个天花板的一个东西哈。它是一个称它为是老大的一个东西，各酸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别看它那么小一个，看到没有？你们别看它那么小一个哈，羊肚菌的话，它里面含有的氨基酸有十多种的氨基酸，各酸们，有十多种的氨基酸，看到没有？各酸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一个真实，它是长在山上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哈，平时我们家里面有宝宝，对不对？你们家里面有孩子上学，对不对？上学平时因为学习压力大，然后呢就比平时就感觉哈没有食欲，整个孩子的话就感觉哈一点精神都没有，是不是？就感觉不爱长肉，不爱长个子，是不是？你们把这个羊肚菌哈拿来煲汤。煲汤煲什么呢？炖鸡、炖鸭、炖鸽子、炖个排骨、炖个老母鸡给我们的宝宝吃。您家小孩子平时哈没有食欲的，您吃给他吃个一两顿，他能怎么样？能提高我们的食欲，增加我们的食欲。或者是平时我们家里面有孕妇，对不对？有孕妇妈妈的，您把这个羊肚菌哈拿来煲汤给我们的孕妇妈妈吃，因为孕妇的话本身免疫力就很低很低，是不是？您把这个羊肚菌拿来煲汤哈，它能怎么样？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够帅吗哈？然后呢，这个够帅吗哈？这个的话你们别看那么小一个哈，一颗羊肚菌抵得过一只老母鸡，几家人们，一颗羊肚菌抵得过一只老母鸡，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它的营养价格很高很高，称它为是一个药食两用。称它为是一个药食两用，药食同源，
的意思就是它既是一个石材也是一个药材构栓嘛哈，因为它对一样价格很高很高。我们这边的话呢几乎都是什么呢，几乎都是拿来炖汤，炖汤炖什么呢，炖个鸡，炖个鸡的话怎么炖汤呢，炖汤哈构栓嘛哈，一次拿个3到5个，拿个3到5个拿来怎么样炖鸡炖鸭炖鸽子，一次拿个3到5个。你们去外面超市里面去买那些种植的羊肚菌的话只需要怎么样，可能放那么多，可能放那么多构栓门，可能放那么多一点味道都没有，但是高山里面的羊肚菌只需要拿个3到5个就可以了。如果说家里面人多你可以放7、8个8、9个也可以，或者人少的话你就吃个2、3个3、4个就可以哈。拿来煲汤它的汤都是金黄金黄色，因为它的汤的话很香很鲜，平时你们煲汤的时候不是要放鸡精放味精的时候才会怎么样有一个鲜味吗，这个的话构栓门哈，羊肚菌的话特别特别鲜，家里们特别特别鲜香。这个的话呢是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山珍，所以说哈你们在大城市里面真真实实像子英这手里面这个山珍的话呢基本都是没有，为什么呢，你们有钱也买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构栓门哈，这个东西的话呢就只有我们农村里面有，真的是就只有农村里面有构栓门，只有农村里面有的东西，外面的话基本你有钱你都买不到，为什么，因为外面基本都是打了药施肥，有人去人工去除草，对不对，是因为外面有很多大城市里面想要就是向往的是农村生活，然后呢农村的土特产构栓门哈，这个的话是真的是一个高山里面的野生羊肚菌构栓门哈。来这样子吧，这个的话呢今天哈前几天拍到了收到了，煲汤确实很香很鲜，是不是，对是的哈，谢谢我们王英姐姐哈。然后这个构栓门哈，这个的话呢我今天1两1两跟不上车，1两1两跟不上车，构栓门1两的话呢我收的是801两80，然后呢加上邮费平台扣费纸箱包装费的话就是6块钱，就是86。子英这里面2块钱的话就是88给我们上车哈，88给我们上车够帅吗哈。来准备我们手速跟网速哈，88倒数5个数给我们上车哈，你们能拍了就有，拍不了就没有了哈。羊肚菌车呢我是一个素中之魂菌中之王的一个扛把子，加油嘛哈。来今天的话1两1两给我们上车哈，来5、4、3、2、1下方白色购物袋拼手速拼网速哈，88一两，我去年我卖的是138个栓门，我去年我卖的是138个栓门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羊肚菌的话呢这个菌子的话称它为是一个素中之魂菌中之王的一个扛把子，家人们哈，这个羊肚菌的话你们每家每户的话都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什么呢，必备的一个菌类，为什么，你们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你们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构栓门哈，所以说今天88一两的话，去年的话呢，去年就是感觉哈，市场价格很高很高。去年的话，我卖的是138一两，今天的话呢，88一两的话呢，是一个给你们的一个试吃价格构栓门哈，一两有多少个？一两的话呢是有20个到30个哈，一两的话是有20个到30个，我给你们上了10单，因为今天的话没有太多哈，8个了。今天的话没有太多，几家一毛哈，然后只有10单。